台上深情演唱这一首《好想好好爱你》，勾起不少歌迷回忆。或是轻快曲风瞬间炒热现场气氛，不只是力派唱将周蕙，还有天生歌姬阿令。KTV 必点神曲，这一回不在小巨蛋开唱，而是南港展览馆。原来这是广达电年度尾牙。轮番嗨唱，众所期待的抽奖环节更是全场节目亮点。所有同仁现场欢呼，要把最大奖30万现金带回家。那董事长，您有没有准备呢？有准备，30万，30万，十八。受到疫情影响，广达集团忘年会已经停办3年。今年席开1126桌，发出总奖金5000万元，人人都有奖，要好好慰劳辛苦员工。谢谢全体的员工干部伙伴们，这几年来努力奋斗，不怕这个辛苦，把那个客人的要求一样一样的达成，业绩长虹。谢谢大家的努力。台上还加码，董事长有求必应，发放奖金不手软，让全体员工吃得开心，红包更要赚满满。镜新闻陈胜义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